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ayo 啊，佢系 Evan 啊，同埋你识系，佢系哈利啊，系，我哋今日咧要一齐 ASMR 食。太冷静啦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带到我啦，我哋要食啦。从来我喜欢不安里妄想，我喜欢不安里妄想。我哋继续个四人餐，四人餐有咩咧？有两个蘑菇饭啦，四个薯啦。哇！俾大家睇下。原味雞啦，有雞脆，有個雞胸，哇不得了啊！呢、這個正啊，仲有兩個薯餃。喂，你諗下，我通常咧最中意食啲細件嘅嘢開始，就例如巴拿雞翼。咁遮住佢。原味雞啊！你最中意食 KFC 啲咩啊？葡撻。我哋冇喺葡撻。食邊一隻小雞？有份嘅咩？等我擠啲茄汁先。點解你食薯餃可以唔點茄汁嘅？你唔中意茄汁？睇唔出喎。咁即食。你知唔知番薯咩汁啊？咩汁都中。薑汁。咩？薑汁。薑健康。你中意食 KFC 啲茄汁定係呢一隻茄汁？呢只。薯餃咁我中意多啲，我特別研究。我覺得麥當勞嗰只茄汁係酸啲，呢一隻亨氏茄汁係冇咁酸。有排減啊，要放，要放減肥，堅持咗一餐兩餐咁樣。個禮拜你仲食 KFC？ 我靠，要放做一啲，做一次蝴蝶咩？做一次蝴蝶，係啲麥麥肉，跟啲豬肉個肉，豬肉個肉，蝴蝶蝴蝶。三分一都冇，二分，你快啲食完呢个鸡，
住你教下人哋點樣食雞胸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識得食雞胸，我都係揀啲最容易食嗰啲，就例如雞翼啊呢啲。好味，好脆。你點樣形容巴辣香雞翼同埋醉香雞翼嘅分別？巴辣香辣啲。再形容得好啲啊！醉香雞翼咧，我可以 keep 住食。巴辣香雞翼因為佢有啲辣，所以食可能兩三隻就要停。但係咧，我通常都唔食嗰啲蘑菇飯啊、蒜蓉嗰啲，你係咪全部都食？我唔食蒜蓉咯，得我唔食。我哋有四個啊，點算啊？未試過個食。加油！我哋會留翻多啲雞俾你。嗱，我哋留翻呢個俾佢，呢個俾佢。嗱，咁你食多一隻，我食多一隻，其他就留翻俾佢啦。佢係咩？佢係燒烤啊，蜜糖，蜜糖雞翼。咁燒烤啦，見都未見過就食曬。等我學你食先，打開。食咗雞髀，即係整斷佢啊，整得斷噶嘛，咬斷噶，就咁嚟。咬啊！好核突，係你要均勻咁樣咬。粉絲咁啊，大佬好似。咁咪用呢啲食咯。解釋下。呢個係雞胸，原味嘅雞胸。咁咧，我會係變咗俾你食嘅。同埋咧，只薯格咧係好易腍嘅，最易腍，擺個薯條。但係好好食，所以好難去食到好脆嘅薯格，好難有呢個機會。我以前細個咧，係我哋一餐就係食薯格嘅。三個葡萄。觀眾係咪好想知以往嘅身形究竟係點咧？賣個關子，保持神秘感。其實可能佢有 Victoria Secret 嘅身材，但我真係覺得蜜糖雞翼冇乜特別。咁你平時少嘢食，中唔中意燒雞翼噶？好似平時少食嗰啲，但自己燒冇咁香。都係嘅。喂，我叫你教人哋點食啊？我搣緊咯。你搣緊啲咩啊？你？得啊！你食得，对唔住，唔好有粗口。得你，好唔好意思啊？你解释下，你解释下。我掹晒只鸭片，我又低食嘅，食晒啲骨。好得，遮住，翻转翻转，系咁样咁。咩啫？咁我又低食嘅嘛？个低食嘅咁样应该。系啊，咁你咪收晒啲骨，得翻中间啲骨咯。我相信好多观众都唔识得食鸡胸，因为食鸡胸系一个好高嘅学问，就好似你识唔识得食鸡翼尖啊？你食唔食鸡翼尖？我相信我的观众至少七成的人都不懂得吃鸡翼尖。鸡翼尖不是个个懂得吃，怎么无啦啦吃鸡翼尖？你会不会无啦啦吃鸡翼尖？你会不会？快点爆什么？我爆了。我吃这口不是鸡胸来的，鸡上鼻，鸡鼻上面的头。不是鸡胸来的吗？不是鸡胸的。那这个呢？都是鸡上鼻来的。一直都是的吗？真冇雞胸嘅咩？以前好似有，而家好似冇。KFC 冇雞胸，你中意食雞胸咩？我唔中意。咁我啲雞胸開曬邊啊？雞黃飯喎，係咪啊？我哋有人忍唔住想食 KFC 啊，過嚟攞啦！大家知唔知肯德基嘅全名係咩咧 ？Kentucky Fried Chicken。肯德基的中文全名是什麼？你知不知道？是肯德雞州炸雞。什麼？是啊，肯德雞州炸雞。雞州？為什麼人叫家鄉雞？有沒有人知道家鄉雞和肯德基的分別？原味那隻雞叫家鄉雞。不怪食家。你知不知道肯德基的口號是什麼？他們的 slogan 是 So good 都不是這麼好。好了，我們這條片就到此為止了，大家要記住按一個 like， 還有什麼 subscribe 之後呢按個鈴鈴，知不知道什麼鈴鈴啊？ notification。 你有知的，我以為你以為其他東西。你笑什麼呢？你知道什麼東西呢？你的紅菜跟其他一樣色。有啲尷尬啊嘛～